现在时间6:26，我溜滑板来公司，然后来开车，顺便看一下现在蔡玲在干嘛。越靠近中秋，其实门市越忙啦，工厂已经忙了告一段落。等一下，欸，我觉得楼下今天很空欸，因为都在 making 了，只是楼上有四个招牌，已经在走了。今天出很多货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出一车，今天走出一车，哦，只是忽然觉得楼下很空。我来开车，你快忙完了吗？还是还没？你要跟我一起离开吗？还是没有？我可能要再一下下。你可能要再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很忙碌吗？这就是拉你，他会自己看。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？就是你要赶快记得送小孩哦。开始忙，今天门市忙吗？今天有比前两天稍微有点。你不要用你的屁股对着我好不好？19，1招6袋。认真一点，看你有没有认真上班。明天再宅。先放在这。Abby，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？都得呀，目前没有。我给弟弟的。弟弟没吃完。对。他有吃吗？他没吃，他就放在那。他今天一度掉地上，然后我把他捡起来，但是还可以吧？他给他明天啦，可以吧？我不知道他，哇，他很笨，他这样的意思就是他没有想过的意思。他有，他不忘，这还可以吃哎。欸，今天后来饼来，你们就有装哦？没筛，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是一样，还没筛选。对，你现在不行。什么叫还没筛选呢？跟各位讲，拖网机后面有个紫色的一条，如果它变成粉红色，就是 OK 的状态；如果是紫色，就代表这个包装没有包好，没有氧气。好，我去楼上看一下，看一下空间如何。哇，这边有更多货，感觉今天楼下他们把该处理要出去分货部分分得差不多。哇，今天这边也是比较少。哦，我在这边放了一台除湿机，让货比较干燥一点。好，看起来，其实我就是会来看一下，如果他们有需要要整理什么空间的部分，感觉像今天不会很满，啊，还好。哦，今天是里面比较满，我交代他们，如果朋友进来就记得要开冷气。哦，这个里面这一间是满的。好了，反正就是一些即将要出货的商品。好，中秋节剩下这些货应该都是这个礼拜左右，就是陆陆续会出去。那只要一出去以后，这边又会恢复跟之前一样的。你看现在蔡玲在干嘛？其实我每天过得差不多啦，最近。然后我等一下就要赶着去接小孩，这样应该差不多。好，他们空。可是这样空间看起来应该还够，这样应该目前是还够。哦，等他们的货来，礼拜五还会有一批货会到。我走了。你没有一点点？你可以送了他们之后再问我好了。再接你。再问我好了。哦，好啊。那你留部分收给我。明
有补补车给你，你说那个。还没有啊。约哪？那我不就要把滑板车搬到车上？我都可以啊。你会骑大台的吗？就是反正就骑就对了。那我搬小台的，因为大台的很难。它有很困难。它不会很困难，只是它反而更好骑，更稳。那反而更好骑。那我把这台丢在车上，可是也没有啊。我还是要去接他们呐、啊。外面冷气还没关。我不已经关了。哦，你关了，好 ，OK。你说的是他们下课时间，还是他们送完他们的时间？我应该快好，我觉得我在半个小时内。哦，那我最好就是开车再回来这里啊，对不对？看情况，因为车搞不好很多啊。哦，因为我还要接他们呢、啊。因为你如果说接了，你不是，我是说啊，你又还没吃饭。哦，我们还今天不是要直播？是，那、啊、回家直播的、欸，还是我们要接完他才直播，还是在这之中直播？我不知道、啊。应该要回到家，回到。看时间啊。好。所有的看时间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回来，我先去接小。你说什么？没办法给你一个答案，就是我就是得看。我刚才听成说什么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 answer。我要走了，车就先停这，去找我的车，我的车子。现在蔡琳还在忙，其实我已经蛮习惯了啦，中秋节就是这样子，小孩子就要自己稍微独立一点。啊，不过还是有接送他们，接送他们就是还是让他们方便一点。我的车在这里，好了，我就拍到这边咯，我要接着去载田啊跟阿佑去上课了，拜拜。